五尺一美少女，琪琪任达华十岁女，山靓物。任达华同老婆琪琪个女女任情佳 Ella 转眼已经十岁大啦，而且高到五尺一寸，年纪轻轻似足名模妈咪，企喺周董隔篱都系矮一个头位啫。已经读小学嘅 Ella 原来并唔系好似外间所传咁样喺拔萃女小学度读书噶，而系喺香港仔嘅新加坡国际学校翻学。见佢放学嗰阵，仲同同学仔有讲有笑，好似好开心咁噃。不过美少女 Ella 咧，左眼角原来有粒物嘅。玄学家郑景文师傅就话：，如果真系有墨有字嘅朋友咧，佢哋一生咧都好容易喺男女感情上面遇到考验啦，可以系啲桃花纠纷啊，或者啲同第三者有关嘅事嘅，比较适合迟婚啦。咁同埋应该多啲培养自己嘅定力咧。就可以減輕呢個問題㗎喇。都唔係算好大問題啫，任達華應該唔會同女女咁講啩。最叻嘅。Hello， 我係關淑怡。Facebook 一開即韓，猛片如雲，韓料最強，快啲 download 啦！